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玄幻小说《一剑独尊》，精彩继续。一剑独尊第403章。砰的一声，叶璇这一印砸下来，直接将独孤烈震得连连暴退，这一退足足退出十几丈之远。见到这一幕，场中众人皆是石化呀，被击退了。那三名无上之境强者则是看向叶璇手中的那枚印，显然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。而叶璇对面，独孤烈也死死盯着叶璇手中的印。你这印是何物？叶璇没有回答独孤烈，而是心中连忙问：千姑娘，此印要如何使用啊？简姿再说，要催动此物得先炼化此物，你并未炼化此物，因此无法催动。叶璇满脸黑线，这么说这现在就是一块废铁了？你可以继续砸它。远处独孤烈突然说，叶璇，你手中之物是何物？叶璇收回思绪，看向独孤烈，小蝶。蝶？独孤烈眉头微皱，蝶吗？叶璇咧嘴一笑，哎，儿子真乖。叶璇身旁，独孤轩忍不住笑了出来，而四周一些人神色也是有些怪异。远处独孤烈回过神来，他就那么盯着叶璇，神色平静。你不是要单挑吗？来，今日就让老夫看看你这孽种有多大能耐。声音落下，他双手朝前一合，然后轻轻一拉，他面前空间直接撕裂开来，紧接着一道黑色气流自其中闪了出来，这些黑色气流瞬间凝聚成一个黑色拳头。独孤烈朝前踏出一步，一拳轰出，那只黑色拳头宛如一道闪电直轰叶璇，暗能量。远处叶璇不敢大意，他朝前一个急冲，右手紧握腰间剑柄，猛地拔剑就是一斩，一道剑光自场中一闪而逝，那只黑色拳头硬生生被叶璇这一剑逼停在原地了。这时叶璇右手用力朝前一顶，呼，那只黑色拳头轰然崩碎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突然闪到叶璇面前，叶璇瞬间倒飞出去，这一飞足足飞出百丈之远。叶璇双手持剑猛地朝地面一插，这才停了下来。那独孤烈就站在他先前所站的位置，独孤烈冷冷看着叶璇，他掌心弹开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他掌心中凝聚起来，元力。随着这股元力越来越多，独孤烈周遭空间开始颤抖起来了。远处叶璇神色凝重，他知道独孤烈到现在都还没动用真正的实力，一开始动用的是破空境的能力，现在用的是元境的能力。不敢大意，叶璇右手紧紧握住腰间剑柄，与此同时两种剑意宛如潮水一般涌入他的剑中。见到这两种剑意，不远处那两名无上之境强者眼中顿时闪过一丝诧异。叶璇对面，独孤烈死死盯着叶璇，下一刻他突然消失，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元之力朝叶璇席卷过来，这股力量所过之处，空间顿时为之一阵阵激颤，骇人无比。远处叶璇右脚猛地一跺，他脚下大地直接崩裂，与此同时他朝前一个急冲，拔剑一斩而下，拔剑定生死。这一剑斩下，叶璇面前空间直接被震裂开来，而独孤烈释放出的元力直接被崩碎，但是叶璇朝后退了数十丈之远。叶璇停了下来，他嘴角一抹鲜血缓缓地溢了出来。对面独孤烈看了一眼叶璇，确实有些能耐。叶璇咧嘴一笑，来，
继续。东部烈看着叶璇许久，最后他看了一眼四周，然后说：诸位，这是我东国家的家事，我东国家想自己解决。说着他看向不远处的谷家以及严家的那两位老者。谷通兄，严介兄，此人我独孤家自己能解决，就不劳两位相助了。名叫古通的强者笑道：独孤兄此言差矣，我古家与独孤家世代交好，如今独孤家有麻烦，我古家怎能坐视不理呀？名叫严介的老者也是笑道：啊，古兄说的是，再者此人擅闯无间炼狱，也算是侵犯我严家地盘，烈兄若是不能将其擒获，我严家也会出手。听到两名老者的话，东姑烈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阴沉了。而远处叶璇突然笑道：你想将他们支开，然后夺得我身上这宝物，想法倒是挺不错的呀，可惜人家不上当。独孤烈看向叶璇：叶璇，你身上那物是我独孤家的。叶璇笑道：独孤家的，你说是独孤家的就是独孤家的吗？独孤烈看着叶璇片刻之后，他微微点头：你不是要单挑吗？来，我们继续。说着他就要出手，而这时不远处的董孤轩突然挡在叶璇的面前。董孤轩看了一眼独孤烈，然后转身看向叶璇，旋即传音说：独孤家至少还有两名无上之境在暗中，待会儿我会拦住他们，你寻找机会离开，明白？叶璇轻声说：你打得过他们吗？独孤轩笑道：打得过，你离开之后我会来找你的。叶璇摇头一笑：我离开之后你就会死。独孤轩看着叶璇，看着看着他突然伸手轻轻拂过叶璇脸颊：只要你与灵儿还活着，我就算死也没有什么的，而且能再次见到你，娘亲已经很满足了。说着他转身看向不远处的独孤烈，说道：三叔，就让我代替我儿子来与你一战。可以。独孤烈冷笑说：你若是巅峰时期，你三叔我或许还会忌惮你一二，至于你现在元神受损，实力不足巅峰时期三成，你如何与我一战？独孤轩笑道：站上一战不就知道了。说着他右手轻轻一旋就要动手，而这时叶璇突然拉住他的手了。独孤轩转头看向叶璇，叶璇轻声说：我来吧。独孤轩看着叶璇，而叶璇则走向不远处的独孤烈。看着叶璇的背影，独孤轩有些茫然，眼前这个少年长大了，不再是当初那个每天与叶灵跟在他屁股后面那个小家伙。想到这里，他忽然觉得有些心痛。这些年来他和叶灵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呀，才让他的性格成长到这般。远处叶璇走向独孤烈，走着走着他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剑势，大剑仙之剑势，场中所有人都在看着叶璇。在独孤烈面前三丈处，叶璇停了下来，此刻他身上聚的势已经达到一个巅峰。独孤烈看着叶璇：不得不说，你确实很妖孽，无上境之下少有人能够与你相比，可惜你境界太低，若是达到元境，或许能够与老夫一战。叶璇笑了笑：
他右脚轻轻一跺，一股金色力量突然自他体内席卷而出，一瞬间一股强大气息突然在场中震荡开来，四周众人被这股强大气息震得连连暴退。无敌金身，叶轩很清楚，他现在若想斩杀眼前这独孤烈，必须得暴露底牌，不然以他现在的境界，就算加上仙灵剑都奈何不得对方。无敌金身一出，叶轩面前独孤烈脸色顿时一变，你这气息怎么可能？这时叶轩突然一个纵身一跃，来到独孤烈头顶，下一刻他猛地一拳砸下。独孤烈右手一挥，一股强大力量震荡而出，随着叶璇这一拳砸下，那独孤烈整个人直接暴退百丈之远。见到这一幕，严界和那古通两人脸色顿时一变，两人心中皆是有些震惊，无比的震惊啊！这是什么秘籍？要知道独孤烈可是比叶璇高两阶。一拳击飞独孤烈，叶璇并没有停下，他身形一颤，直接化作一道剑光冲向独孤烈。快，非常非常的快。当来到独孤烈面前的时候，叶璇拔剑就是一斩，拔剑定生死。在施展出无敌金身之后，他这一剑的威力相比之前提升至少数倍不止。这一剑之下，独孤烈也是眼瞳微缩，眼中有着一丝难以置信。叶璇给他的震惊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就如这一次，这一剑完全超出了破空境，不对，完全超出元境层次，可以说已经达到无上之境的层次。而施展出这一剑的是叶璇，一名破空境。面对这一剑，独孤烈不敢大意，他朝后退了一小步，紧接着右手掌心朝下，下一刻他朝上猛地一掀，这一掀仿佛空间倒转，一道空间漩涡瞬间将叶璇这一剑淹没了。沉寂了一瞬，一道惊天巨响声突然在场中响起，紧接着无数剑光朝四周震荡开来，与此同时一道人影连连暴退，这道人影不是叶璇，是那独孤烈。见到这一幕，不远处众人脸色就顿时变了。独孤烈停了下来，不远处的叶璇正要再次出手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自一旁传了过来。哥。叶灵的声音。叶璇身体微微一颤，转身看去，不远处一名中年男子提着一个铁链走来，而铁链之内是全身缠绕铁链的叶灵。当见到这一幕时，叶璇整个人脑袋瞬间一片空白。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，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玄幻小说《一剑独尊》，下集更精彩。